决赛赢定了，没有兴趣。我很认真的准备了比赛，也没有，一直在工作，然后中间还生病了，现在病还没好，但是不重要。我觉得拳击最重要的是信心，从第一轮一直到最后的总决赛，我已经看明白了，就谁更自信谁就能赢。其实大家差距真的没有那么大，都在一个水平线上，就谁在台上更自信，谁更有信心相信自己，谁就能赢。是的，还没有好，但是没啥关系。前几天好一些了，因为也太久没动了嘛，只是一直在工作，也没训练，也没什么，就没有用到他们，所以还没有感觉到太多的疼痛。不用担心，这个一定赢，赢就完事了，金腰带已经准备好了。因为运动就是这个样子，运动就是，而且这个拳击运动和别的运动还不一样。拳击运动就是你行就是你行，找你不行就是不行，找不了任何借口。你不像打篮球踢足球，有时候你可能说啊队友传球没传好，队友没接好，但拳击就是你打得好就打得好，没打好就是没打好。所以它不是一个给你找借口的运动，它就是让你面对自己的运动。所以难得有机会大家正儿八经的在台上去较量，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那大家坐楼梯吧，随便坐。看得我都不想打了。这后面这儿有个按钮，拨到最上面。好。然后按这个，就可以打了。用手指。你这一下就700分吧。我把它弹飞了一会儿，但是你不是打得越高越好，可能会让打要接近谁对吧？好的好的。嗯对，然后你那个你胜利了，他就会让你抽个奖励卡。好。你失败了，就让你抽个惩罚卡。好的。对。然后打的时候稍微这个45度斜一点。好的，照顾机位。好的。机位在哪儿啊？在这边。对，我跟您。啊，好的好的。状态啊，特别棒啊！哇，太帅了！然后还有一个点要跟两位老师说一下，就是在我们快要打决赛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第二个商场的部分呢，还是从那个通道跑出来了。但是通道的两边呢，我们会做一个火路，所以说两位老师到了商场的时候要提醒一下自己和自己身边身后的学生人员，不要被那个火烧掉。好的。好，然后那个麻烦带李老师去踩一下那个第一次的大的开场好吗？那个张老师这边是可以的。不是换我自己训练的是吧？看牙有事。
开始这种这样的一种。哎，我就一天看七二十次。我看摇臂还做的蛮好的，啊，他喜欢往这边走，对吧？谢谢，今天打完秀一圈。还可以，擦不掉了，就这样回去直接卸了。没有，你这儿还在，你擦吧。好累呀。好的，辛苦了，拜拜。拜拜。啊，什么被踩？我可以快速通过。张延吉啊，总决赛前的被踩。看完以后，对于这场表演赛整体的评价是什么样的？高水平、高质量、高技术、高状态，就大家两位选手的状态都非常好，就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细节点。大家一个热知识，冷知识，腰不能垂，只能按，你知道吗？不是，就像腿你可以垂，但腰不能垂。哦。腰只能按，如果腰垂的话，对腰的伤害也越来越大。哦。这个很重要的，好吧？很多人都不知道。明天来庆功，来我庆功宴。就想有自信，拳击手都没有自信，怎么活？对吧？他的这个钱至少带着一些。甜辣的，是吧？它有辣的。鼻子就是堵嘛，就是堵住了。对，现在也有一点，就是感觉有鼻涕吧，其实也没有，就呼吸有点不顺畅，就只能用嘴巴呼吸。嗯。全力以赴，你稍微读，见义而行，迈出的每一步，成全道中，只前进，绝不退后，除了自己，没人是我的对手。全力以赴。